公司在购物中心响应政府节能政策，二楼到 B2 区域换装 LED 灯，夜间清洁作业使用 LED 灯车，空调平均设定26度以上，让我们一起为节能环保加油！响应节能行动，我们节电中，梦时代 ，Go Go Go！